哇哇，很大声啊！哎呦，这个是谁啊？每次天翼战神都会发出很大的声音。哇哇哇哇，他头晕了，他头晕了。哇！天翼战神的攻击速度非常快，他会高速的旋转。嗯，他可以移动。接下来他的天翼战神高速移动，准备攻击小孩。好，攻击第一双头拳，哇！攻击天翼战神，天翼战神一，好，你赶快重新来，天翼战神加入战局。要攻击第一双头拳可以赢吗？二一 go！ 哇！又把第一双头拳打败了。枪枪枪，还一直打他，还一直打，哦呦！这里还有一个发射器，啊！你要妈妈跟你对决啊！把衣服收到衣柜。天翼战神，末日邪神，末日邪神还没修理好，就变成小孩战神，用最强的绝招。还有一个大战士，那你为什么把发射器丢出去？你看，你丢太大力了。转轴班，这是一个发射器。旋转班，呜，像喝醉酒了一样。天翼战神的攻击毫无章法，弯来弯去的。地狱战神吗？地狱三头拳。好吧，我帮。